地玩嘅朋友，你要將心底嘅説話講出嚟，咁就俾一啲觀察員知道你心中嘅想法。佢哋唔同年齡，嚟自唔同嘅背景，每日都化身樂活安居生活實驗室嘅原創專員，一齊應用設計思維，透過理解用家嘅需要，同時代入玩家角度，向技術供應商提供意見，改善呢一個樂齡家居遊戲程式。你覺唔覺得，如果我哋想轉色咧，係好似唔係咁容易轉到個色？哎，搞掂喎！嗱，你再用埋口我呢度，好似唔係好靈。點解咁蠢嘅？黑窗簾自己真係咁奸嘅。这个游戏的玩家目的是为长者度身订造理想安全的家居环境，在同理心的基础之下，下一步他们就要解救问题的核心所在。如果我是要去设计我的家的时候，是怎样去设计呢？刚才将这个灯掣落去，差不多落到地下，应该要摆在每个人正常的高度。如果老人家要去玩这个 app 的时候，就觉得有乜啊？你哋即系你嘅意思系咪？即系譬如如果太多资讯嘅话，老人家一次个 process 唔到，就变咗好冇瘾。系啊，最后嘅尾声环节咧，就最重要啦，就系大家嘅构思方案啦。专员要因应佢哋嘅愿望清单，从吸引力、科技元素、用家友善三方面思考一下解决问题嘅方案。我估佢一粒星嘅時候咧，婆婆講嘅嘢會有幫助佢咯。嗱，即係可能，哎呀，你咁樣搞到成日跣親啊，咁你就要思考咯。咁咩原因令到佢成日跣親咧？放大咗喺中間轉到個方向係啱啦，先至擺落去咁樣樣。我拉得緊，而家咁樣喺度。透過反覆收集用家回饋，不斷測試同埋改良原型，先至可以開發到貼地又實用嘅產品。幫助長者解決日常生活的難題。當然第一個版本是未臻完善，經過這個Living Lab這個活動，有不同範疇的人會來試這個 App 的嘛，在從中就給了很多不同的 idea 或者 comment， 令到跟著下來的 development 其實可以加快的，他們可能用幾個小時就已經做了我們可能幾天的工作了。